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边有一个老头。我天，好危险，好恶心啊！迎接你们的王吧。这个是国内的大学生做的一个游戏，他们私信推荐给我的，叫做《无限木偶》。他们自己也承认说啊，是像那个小小梦魇那种游戏，叫做《无限木偶》。来，开始啊。无限木偶，有点像小小梦魇，他跟我就这么说的啊，感觉应该还不错。这还是大学生做的呢。应该是有一个人他在制作木偶。这是免费游戏啊。然后突然有一天木偶活了，木偶奇遇记。无限木偶就是他可以连这个无线网。有一天有人给他植入了一个 5G 芯片。他就可以联网了，他连了网之后就可以动了，所以叫无限木偶。这玩意怎么动的呀？我看一下。哦，他在指引我耶。好，我看一下这边。应该是告诉我们要跳过去，对吧？哦，这边是啥？这有一个蓝色的东西在指引我们往上爬。我知道，要这样吗？哦，要把两只手举起来，还可以在这跳机械舞。OK， 你看我就这么爬上来啊，有点意思。怎么说？这个视角有点狭窄啊。那后面有人吗 ？Oh no！ 看我的，我现在爬的速度还是蛮快。这里嘛，爬梯子。哦，两只手交叉就能爬，这个呢，走独木桥。哦，走独木桥可以这么走。哎，没必要啊！往哪边推啊？这玩意儿？往这边推吗？他做的这个操作比小小梦魇复杂一点，因为小小梦魇像爬墙那些都是自动的。我这是不是应该出去？我哦，把这推倒就可以了，再从这走。但这个按键太多了，容易混乱啊。下去吧，到这边来啊。从这儿走，你看，哎，哎，我是个木偶，我现在要去干嘛呀？我逃脱了有啥用呢？这边可以推，然后看一下，哦，下面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推的，是吧？哎。Oh no！ 这直接给我弹起来一个打拳的来，哦，耶，哦，可以，你看我已经过来了，你还在那干嘛？哦，从这儿爬上来，对，
哎，我要走，下面有一个人，我要走钢丝，然后我要跳这个吗？来，起飞！哎，这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吸收它的能量哦，原来我要吸收其他木偶的能量才行。我是吸血鬼。这过不去，过不去，我要靠什么推一下吗？这里，哦，我这是到哪儿了？哎，这个视角居然可以转换过来。哦，滑，看来这个地方好像做的有点问题啊。怎么走？哦，要小心翼翼的走，不然的话会被抓。好，慢走啊，这边慢走，朋友们，像我一样。这边有鬼手，这个呢？直接走会被抓，要小心鬼手，别抓呀。开灯，有电了，朋友们，这有个电缆，我应该是通过这个电缆打开了什么机关。我看看机关子，这是从这儿走吗？哦，可以跳，这像个保险箱。这边也有一个机关，开，开了之后呢？哎呀，我被电了！我是个木偶，我还怕电吗？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声音提示吗？大家听那个声音。算了，不能贪啊！不要贪心，朋友们。不能极限，对。好，这已经推到边缘了。冲啊！过来，对吧？现在你不会电我了吧，朋友？我看看，这好像，这上面也有电，这里有电，但是我如果从这儿走的话，应该是没电哈。哦，我跳过去的话可能会有电。哎哎哎！这个操作确实比小小梦魇稍微麻烦一点，真的。好，这样啊，确实离谱。这边推一下吗？哎，比较迷惑啊，这个东西，难道是从这边来？好，它不是自动抓的，朋友们，两个按键一起按啊。嗯，好，可以。
哦，我是一个小木偶，要求别太高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边有一个老头。哎，我看看这啥。我感觉，哦，要从这个书上走。对了，哦，这个可以推。哦，我就是吓死你，老灯，来来了个老灯。等一下啊，哦，原来是老灯，我们得吓他一下啊。老灯你咋说？哎，老灯厉害不？哦 no， 这个老灯，老灯啊老灯，别吓我，你的那个灯头不出来了吗？老灯不出来了，他以为我们走了，我要做缩缩板了。老灯在那边，老灯等一下啊，我首先把这个，我把这个灯开一下。哎哎，真是个灯，我丢，这玩意儿开了有什么用吗？这个东西上来有啥用吗？哦，可以推，推到哪儿？给它推过来是吧？这不是板子啊，这是个手。他这个爬楼梯必须要左右两边不停的按才行。我看一下，嗯，哦吼，有点意思，但是并不多。我现在我跳到这个板子上，哦，哎呦，不是，这不把我的小脑壳给我撞坏了？哎，这个怎么推啊？这玩意儿，这把这东西推走可以吗？别给我压坏了。好，这上面上不去，那我们就从前面走。我是要把这个东西点燃吗？我想问一下。我从这儿下去肯定死了呀。这个是吧？看看，哦，哎，下雨了。我是从这儿走还是？等等等等，这边好像可以走，但这会掉下去吗？哦，不会。跳跳跳跳什么地方？诶，我逃离了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木偶。我再缩一下，好黑呀，我感觉。哦，原来这边要放烟花，怪不得。不是，这边要放烟花。Yes， 庆祝一下。我们免费了，现在，我们免费了，现在免费了，
哎，没免费，没免费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免费！快跑，跑跑跑，怎么跑？这个东西，这跑吗？我还没有免费呢，朋友们。哦，从下面跑。哎，这怎么过不去啊，朋友？哦，要手伸起来才能过去。这边吗？哎，不对啊，这个没免费啊。怎么走的这个？哎呦，哦！我现在对这个游戏已经彻底了解了。这样，这举右手，这边举两只手。对，然后再把这个推开，推下来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哎，怎么还有路啊？哦，这边还有只手，举左手。哎，我直接滑铲，左手冲刺，右手冲刺，来右手。哎，怎么这还有两个火圈圈？哎呦喂，哎呦，没抓到。我天，好危险！这也是个木偶吗？你个老木偶，欺负我这个小木偶！我丢你老木啊！你个老木偶！哎，我靠，你这视角哦，视角转换了，我靠！我说我吓一跳，这怎么回事？别乱动啊！老登，有本事来追我！我这跑的速度还蛮快的，感觉。哦哦，这边有一个，有个门。不是这些手我要跳吗？我从这个手跳啊，好恶心！キモチ，好恶心啊！迎接你们的王吧！我现在成了新的王。打炮了，现在成了新的王之后，我先打一炮。要干嘛呀？这炮要用这么多手来打这炮吗？哦耶，出门了。可以，还是可以啊，毕竟这是你免费了啊，游戏也是免费的，然后我们玩到后面呢也免费了，免费游戏已经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。